现在啊蒋介石的账房或者吴松庆，吴松庆的这个一个手下、啊、叫做詹特方，他就写了哈。那么这个詹特方怎么写？来，咱都卖个绕高起来。詹特方说啊，关于当时盗用细账，单詹特方的回忆是，共有外币、黄金、银元三大部分。外币多少？詹特方说约合8000万美金。好、哦，这个数字我是听吴松庆口头说的，具体的部分我不清楚，因为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，所以啊，人伊嘛讲讲啊，这里甲讲的无迄个具体的数字。好、哦，好，即马阁看哦，黄金的部分，台湾讲外币是8000万美金嘛，吼、哦，黄金的部分，詹特邦说，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，经过这次啊彻底的核对，彻底核对哦，实存华这92万两，多出2万两，绝大部分是金块，每块10余金至20余金不等。块面呢刻有成色跟重量的字样，另外还有黄金啊4200多两，干嘛呢？哦，接触笔啊。据说啊，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，为了便于记载，我们将它立为专户，称为特种黄金存款。安尼你听好无？自己有4000几两啦。哎、欸，蒋介石家己有偌济？黄金4000几两，系你说，系你中央银行呢？中央银行当存私人的呢？哦，按、啊、这是詹特方讲的啦吼。所以咱怎样讲，将人家干讲偌济数百万两、嗯哦，那么这里讲偌济92万两，好、哦，外币偌济8000万美金，过来，这个。他说啊，银元的部分，好、哦，三个部分嘛，银元部分，詹特邦说约计3000万元，好、哦、好。那么这个詹特邦啊，他说啊，这个他们把钱啊，这个吴松庆把他全部这个提走之后，黄金跟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，由上海运到厦门，在厦门呢存放了一个短时期，又移至台湾。所以那边跟我是讲，苏清有无有来？哦，啊，用一台棍杠，好、哦、啊，我这我这都每个人讲法不同啦，好、哦，讲法不同，然、啊、后但是有可信不？按照这个詹特邦讲的啊，按照詹特邦讲的哈，对不起，好，抱歉，咱个快接懂啊。陈诚上任后，蒋先生密令啊，把国库所存的全部银元、黄金、美钞运台。民国37年8月，哦。今年券发行之后，民间所藏的银元、黄金、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。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，国库库存的这个金钞共值3亿3500万美金。此数字呢，还是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。若照海外比值，尚不止此数。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英两，盎司就是英两。好、嗯。哦，外汇7000万美金，还有价值7000万美金的白银，各项总值约在5亿美金上下，就包括黄金啊，总值5亿美金上下。嗯，好，安尼，咱们甲大家讲啊，就讲，至少詹特邦是讲偌济，92万英两。嗯，哦，啊，那外币偌济，8000万美金，其他大概无啥物啊，哈。那个加上后来发行金元券，甲人收来。金元券迄无效啦，因为金元券搞不赢吼。会赚。哎，拢会赚。你知影伊只有写金元券，你讲有金有赚。金元券预兆50万元六货，我的妈！我前几天看到一挂币面的迄个一个金一个一个一本册吼，新疆还发到60亿元呢，60亿元呐，那个亿啦。但是黄毅，你看，买我公耍太好，所以你提这一张会当今麦去买一台车吗？哦，但我今麦要讲的是啥呢？那好，我们至少得到几个印象，有人讲92万英两。好、哦、啊，有人讲几百万英两，有人讲390万英两。好、哦，这个啊，王峰兄伊讲，伊的记忆中是400多万英两啊，到底系偌济啦？那是讲咱嘛无一个比较的对象吼、哦。好，我今麦要提给大家看，我今天去查中央银行啊、嗯，中央银行啊的外汇存底有用黄金做准备哈、哦。对。为什么他现在已经央行说目前啊没有要买卖黄金的计划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黄金太贵了，即马黄金太贵啊，一盎司即马起价700几块啦，一两啊，三万几块，一两的代表是30000几块啦，好、嗯、啊，所以不爱卖啊，啊不爱卖呢？央行目前的黄金存量偌济？1361万英两，好、哦，
以9月29号国际金价每英两743美元计算，目前央行黄金准备呢价值是101亿美金。好，那今麦要讲来讲，那依照这个啥，切来列下讲390万英两，390万英两定义偌济？定义是差不多1/4，对，差不多1/4左右。四分之一，那按照即卖价值101亿美金，就是迄阵超25亿美金，但是歹势哦，即卖金嘛是足贵个啊，哦，即卖金嘛上少的时阵，落到200多盎司，一英两200多块美金啦吼。啊，伊头拄仔即切来底下讲，当时迄阵总收入是5亿美金，那要讲的是讲，啊，但是偌济好开啦。所以大家这是到底多少开了？说两年就花完了嘛？周鸿祷说那相当的价值两年就花完，但是后裔他都要你点到这个李敖说引述的这些资料哈。是，蒋介石其实就是蒋经国第一个该打老虎的人呢。嗯，你敢怎样？这是国民党家己出的车，蒋经国上海打虎机我看过啊。嗯，他里头哈写到是他们的这些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来对寡用呢。嗯，好，从今天起。好，金圆券发足，金圆券哦，以前的法币跟流通券都在修哦。嗯，过来，你人民所有手上的黄金、白银、银币、外国券币，逾期不得持有，全部你都在这个时间拿来兑换。好，所以你不能存有任何黄金、白银，都不要多外国货币，你全部都要缴清楚，要不你是犯罪，甚至可以到死刑的哦。哦，过来，限期你要去登记你存放在外国的外汇资产。是，嚯，你想看咩咧？这定义是说，你手上除了只能拿金圆券之外，你不能拥有任何黄金、银元、外币，像什么都没有，都爱高吼国民党咧。啊，为什么蒋介石有4000多两？好，把台记者把去詹特方向了，我一定准啊。我今麦把台讲，我们总共提供几种版本，严家淦一种版本，中央日报他都一种版本，詹特方一种版本，监察院一种版本，王丰兄一共400多万英两，这个，我要跟我说，周鸿韬一种版本，有6种版本啊，咱好大家做参考啊，啊是偌济嘛？我补充报告一下，我想这个版本的问题哈，应该是以正式的记录，这个记录哈，我认为在党史会还有在这一个国史馆都有，尤其是国史馆，它有这个中央银行。还有这个当时财政部进进出出的这个资料哈，因为你比如说你当时的这个财政部长于鸿钧，你要跟老蒋报告的话，你一定要有东西啊，你不能说没有东西，哎，我说我有大概还有四。